鹿港南市社区嘛，为了庆祝重阳节，办理敬老活动，邀请社区的长辈做伙来用餐，而且佫准备了金手指，送予年满80岁的长者，祝福长辈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。庆祝是将金手指送予每一个长辈，活了愈久，领了愈多。鹿港南市社区每年重阳节，拢会送金手指予年满80岁以上的长者。祝福长者大家拢平安健康。阮社区吼，头路有20年了，吼，每80岁以上，当年都有一卡手指，安尼到年纪到今嘛。啊，这都从南市社区成立了后，吼，这到今嘛，就是拢有这个地在办安尼，从第老的办了，就啊第交接落来，交接到今嘛。电力科技吼嘛，特别前来关心。祝福每一位长者拢会当健康食饱哩！啊，咱庄内哦，所有的遮吼，是说大家吼出钱出力，啊，肯要一笔的资金，啊，每年吼拢安尼来甲咱师大买一卡金仔吼，啊，来甲伊安尼做纪念，啊，咱个只也是咱的师说对师大一个建议，这次吼啊，接受吼这金仔啊。这个奖品的吼，有安尼赠来拢总37位，爱当讲吼，啊，时岁啊，祝福在时大吼，端午节快乐，啊，幸福久久，快乐久久。长辈大家拢食了真欢喜，感谢社区的用心，陪因提早过一个温馨的重阳节。新中华新闻蔡中青鹿港采访报道。